因為我哋有啲嘢要用啦，咁佢就即係市民對我好信任嘅，嗯，就係咁嘅樣，即係攞去可能應付啲訴訟啊嗰啲咁嘅嘢。嗯，咁但係不是喺你個人户口，但係你又用到嘅。係係。咁、那個户口係寫邊個名㗎？寄存喺啲地一笪地方度。寄存喺即係不在本港添嘅。唔係，擺喺律師嗰度咧，可能。就係咁樣，即係擺喺律師嗰度，等佢隨時可以用。包括我自己嘅訴訟啊，當然嗰、那個處理係俾我真係冇乜意思嘅啫。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壞嘅處理啦，即係